这里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开启文明进程，这里汇聚热带与亚热带之交的原始自然风光，这里拥有绵长的优质海岸线与三处世界级天然海湾，这里位于北纬十八度世界旅游度假胜地的黄金坐标，这里是陵水，一片被誉为珍珠海岸的魅力之城。如今陵水将全力打造国际体育交流地这一富有激情的城市名片。陵水拥有绵延而温和的黄金海岸线，其中三湾、三岛、两湖共同构成立体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。位于热带与亚热带交接的独特地理位置，让陵水拥有宝贵而丰富的热带雨林景观，让宜人的自然环境服务于体育事业，成为陵水发展的新方向。成立于1993年的全球华人羽毛球锦标赛，是全球华人当中最具号召力、规格最高、最具影响力的羽毛球品牌赛事。它的到来将让陵水所具有的独特生态风光再一次绽放在世人面前，吸引世界瞩目。随着海南旅游海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，陵水城市打造出一系列国家级旅游景区，以世界标准建设落成国际海洋主题公园、大型免税购物城等一批特色的文化产业项目。世界一线品牌酒店落户陵水，便是陵水成为国际旅游新地标的最佳印证。国际体育赛事交流活动的进驻，让陵水的旅游资源得到全面发展。全球华人羽毛球锦标赛更是向全世界的羽毛球爱好者们敞开大门，让所有参与比赛的选手在享受体育竞技、享受体验陵水纯净的生态环境与自然风光。历史的沉淀让陵水具有悠久的文化传承，大杂居、小聚居的多民族相互融合，形成疍家水上村庄、伊田古寨等人文景观。陵水所具有的独特文化魅力让其更加自信地向外界敞开怀抱。中国陵水2016第23届全球华人羽毛球锦标赛将集合陵水的人文与民族特色，共同打造精美的大型开幕式晚会。比赛期间还将进行多场羽毛球高峰论坛，这也是陵水作为国际体育比赛交流地综合文化展示的重要契机，为陵水增添富有激情昂扬的体育精神。天时与地利兼备的陵水，在完成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，更离不开以人为本、共创中国梦的执着追求。陵水倾力打造的公共文化品牌、群众文化活动项目，让人文与自然有机融合，现代城市与文体盛会形成交汇，真正让这片土地洞悉时光，实现长久以来人类对于生活环境的至高理想。陵水，这颗点缀在南海上的天然明珠，正积极构建集国际休闲度假旅游胜地、
现代生态宜居都市，国际体育交流地，三位一体的国际新城，更加坚定践行生态度假宜居新城的中国梦。